给你塞的烧瓜炒了，还有这次我老婆早上店里买了一斤多肉，这是地瓜干货，现在才12点多，吃了我们准备出去看看，因为现在正在退潮之期。朋友们好，我是阿言，今天来到不同的海域，来到这边你看都是去清茶寺，浅受跌动都会容易闯祸，必须发现做行动，仔细观察。这里有一群海战狼，千军马罗，罗都喜欢躲在，你看海里里面隐藏的，怎么有这么多小鱼死掉？这么多小鱼死掉，哇，这边也有虾，也有带鱼，哇，今天是什么原因呢？怎么鱼死的这么多？来，反正不管它了。哇，那边一个螺。完了，像这种螺叫七甲螺，哇，你看碰一个石头就有这么几个螺，哇塞，那块石头都是螺，都是螺，螺窝了，这个螺，180度，这个螺可以啊，这是习气出现。那就换个海域吧，这边没什么，只是些石头切螺了，那就不要换个海域。这边没有赶到货，骑了有半个钟头多了，终于来到一个新的海域，现在赶赶货，这边的浪涛比那边的浪涛大很多。啊，这里有个洞，上面青壳的，还有管虫，还有青壳。啊，你看，那边一个什么？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电炮吗？这么大，这个是大船战舰的，因为这个有2000多瓦，哦，耗电力挺高的。来上，可以。难怪有那么多秋鱼死掉，因为这一段可能是大白鲨出没的时候，你看一群秋鱼都往岸上，太大白鲨赶上岸死掉，你看这么大的一条嘛，太什么大白鲨吃了半条了，虽然好过一些，
半只，一只死掉。那昨天要不要带回去啊？带回去给那边接了那么多亚视。干亚视也可以啊。哇，你看半条没有尾巴的，你们有没有见过没有尾巴的鱼啊？可以啊，带上。做条是活的，那一斤100多块，做一条能值1000块。那今天既然不是大白鲨的杜尊师傅，那今天成了阿岩家里的球鸭大鸭杜尊师傅。哇，这么多！哎呀，过来试一下。哥哥得吃鱼呀、啊。狗不能吃鱼。这些番茄赶紧吃，你都不吃，哇，太可能吃太大，吞不下去。这些鸭吃的鱼啊，以后肉特别的好吃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朋友们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与关注，拜拜。